帮你拍。我左边右边各一个。好，王教授，还有我们中教大的团队，好，自主学习的一个团队。今天呢，是我们这一周是我们自主学习节，那我们瑞翔国小很荣幸，好，能够来担任今天的一个公开授课。当然呢，我们有名师，我们的景怡老师，好，大家好，景怡老师也是我们的英文老师，那为我们公开授课。是英文，那他也是我们英才网的种子教师，啊，然后呢，希望呢，今天这一场的自主学习的公开授课，能够呢，给我们全台湾的一个老师都能够作为了一个参考或者是一个典范。那在场呢，也来到了我们有外校的老师也来现场要来做功课。那还有我们瑞翔国小，我们教主任。邱主任，大家好，带领我们的教处的团队来，我们教学组长玉英老师，还有我们，对哈，还有我们的志豪老师是我们的资讯组长，很强的哈，都是我们的很强棒的行政团队，还有我们强棒的名师。那希望呢，今天呢，整个从待会的说课，再来观课，几个议课，那预祝今天呢，能够呢顺利圆满成功。也能够让我们的教育呢，也能够结合这样的一个科技辅助，然后更进一步。好，谢谢大家，谢谢。那王教授要不要说几句话？不用了，他已经介绍完了。啊，是吗？好，那这样子好，那就景瑜，我们就把握时间，因为待会对，因为他们两点就会进来，因为他们两点才会进来，那我把灯关掉。好，没关系，你可以移动，想放哪个。那感谢大家莅临，现在在我们投影机这边，不要沾血，前方血才不会长断哦。就是投影机这边是我们的座位，那各位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前面这一二三，抱歉，应该是五组、六组跟七组 ，OK， 他们这个是每一组都是三个人。OK， 那因为我们的孩子出那个每组三人的时候出不进，所以后面的这两组 ，OK， 你们各位可以看到你们那个上面，讲义对，讲义可以，他们后面这四个是属于田字型的排列，那这个是我们给各班的，因为各班的人数不一样，因为我手上有十个班，那这是我十个班当中的其中一个，那我们分的话呢，就会是那个 A。离开在我走道的正中间，现在各位可以看到我板夹的分别都是各组的 A 卡，那它是最弱的，所以我就把 A 卡放在中间，方便我巡视的时候我可以很快的观察到他们的状况。那 B 卡跟 C 卡他们没有分别，只是我会用名字来称呼，是因为方便我们工作的时候不要工作都是其中一位，他们可以轮着去进行。所以 B 卡跟 C 卡有很优秀的，但是呢，也有那种就是中等的。我觉得不管他成绩如何，都要给各位机会。所以 B 卡跟 C 卡这里我没有分得很细，因为待会是要那个小组内互助合作，所以关于他们程度差异的部分，我就把它当作是他们是比较可以协助、比较可以思考的一群。那不要是我们希望靠着 B 卡跟 C 卡把 A 卡给带上来，那他不知不觉的就接触了英语这样子。那我们配置会是这样。那今天的部分我稍微简单的写了一下，原本我们的第二节是2:20，对，所以待会我一样从2:20开始授课，不过孩子待会2:10就会到，因为前面有一个我要让他们做，本来有时候我们会用早自修或者是他们的课余时间进行我们的英才网任务。那一开始我让他们做的时候是的确在课堂上，但这一群孩子从小五到现在已经做了一年多了，所以他们任务有的时候在我课堂做，有的时候让他们用课余时间午休或请他们回去做。我派了家里面如果有这样资源的孩子，他们就可以做。所以待会一样，我会从2:20上到3:00是我的40分钟，我要融入视讯。那前面的10分钟就是让各位看一下哦，他们在我们一开始是怎么样训练他们去使用平板上英才网的部分。那中间我们2:00到2:10我们会休息一下，让学生进场。因为他们现在还在上课那课，
这样子，然后三点钟我们休息，然后后面是一课。然后这个是孩子们的资料，原谅我就不再放大了，因为再放大有学生各自的疑虑。对啊，我一开始分的时候，一开始学期我分座位的时候，它是中间灯的都是 A 咖，可是蓝色的是分数比较低的。你会发现，哎，现在蓝色的好像不一定在 A 咖的位置了。对，就是说他们分数有那么一点点起色了，不敢说很大的进步，但我觉得透过这样的学习，当然英语的话需要很长时间去带领他们，能力才能够累积上来。所以我会发现说，其实他们在小组运作的时候会互相帮嘛，然后因为透过小组，他降低了他的学习焦虑，反而他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没那么抗拒。因为很多孩子他没有这样的资源在家里面，在家里面回家没有跟他讲英语，他是很抗拒英语的。OK， 好，然后这个是我们课堂上有时候会用到的，对，因为我们都结合 iPad 除了让我们上英才网，我们也会用 iPad 来进行，比如说好，我需要小白板，那么我就使用备忘录这个部分。我也是上课，哎，同学就这个脸白白有个黄色刘海的这个 app， 来，你要点开我们来进行，我就请他们录影片的时候，那每一组每生都会有一台 iPad， 但是一组三台 iPad 当中只有一台要录啊，那其中一台就可以打开备忘录，当成小白板，让他们写他们想写的东西。然后我们后来也教他们拍照去编辑，所以他们要传送档案照片，我们是可以用 AirDrop 给我，他们可以先编辑过再给我啊。不过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用手写，所以那个笔记就是很儿童啊，很儿童。OK， 这个是我们的学习单，有时候比如说今天因为要给各位看，所以我把它印出来纸本。那今天我也担心网络状况，所以我给他们的部分也是有纸本。但是有时候我们是在平板上作业，我就把我的学习单开起来，我们在进行视学的时候，然后孩子们就直接用手在上面写了，老师就不用花很多时间在那边印东西，然后印完又一堆东西，然后我直接收电子档案就可以了。这样，这是学生写的，这个是六年一班，然后他们是第四组，他们的座号是212223，然后是第五组帮他评论，所以他写 good five please， 哎，请你帮我评论一下，因为我请他们互评。对，那他们这个是他们的学习单的照片，你说哎，为什么里面没有字？因为他们有时候有写。有时候来不及就没写，就直接看着这样就念出来了。对，那黄色的部分是因为我担心每一堂课孩子们班级当天的状况啦，各项条件或者是时间方面，有时候我会需要弹性调整，所以黄色是一定要完成的部分，我画荧光笔是一定要完成。但是身为老师我没有充分的准备，所以整张如果你能力够的话，你可以每一题都写，每一题都写，但如果时间或其他的因素干扰的话，那你至少完成黄色的部分，让学生有一个伸缩的空间，让学生在这个方面他没有不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我希望他们在学的时候是可以不知不觉，然后稍微开心一点来学我们这个东西，而且这个句子写出来都是他自己写的，跟他的生活有关系。不然的话之前我请他们录课文说Excuse me, I'm Bruce, is Miss Sue here? 然后小朋友告诉我说，老师，我们班上就没有人叫 Bruce，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说 I'm Bruce？ OK， 好像是这样子的情况。然后这是小朋友的作品。OK， 然后待会我可能会跟他们讲，他们有时候因为我们都上网络部，有时候我是这样教他们。好，今天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两台上网的机器。如果你的网络连线部，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这样直接跟他讲。对，因为有时候我们怕瞬间二十几台那个机器负荷不了或是什么的，我要跟他去布达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这样跟他们说。那今天的课程内容呢，各位可以看到手上的讲义，这边我先退出来。刚刚讲的是我们目前实施的一些部分，那现在我们回到我们讲义，讲一下今天的课程。今天我们结合视学，所以待会他们会来领取 iPad， 我都放在后面。
那待会动线可能会有一点经过各位前面，因为平常上课这边都是空的，所以他们会很直觉的去后面桌子领取 iPad。 OK， 好，然后在2:10我开始上课，2:10我会请他们先做英才网的任务，我已经派送小组任务给他们，他们必须在上面看影片，然后做练习题，然后各位可以看到附件一，那个是他们要做笔记，所以影片不是看过去就算了。那附件一的部分呢，我特别有设两个栏位，就是他们可以抄写什么呢？第一个，他学过的字，他要把它记下来，或者是这个他觉得他常看到，可他不晓得那是什么，所以他需要把它记下来，有空再查。所以在附件一每一格上面都有一个，都有两个选项可以让他们勾。各位看到是一张 A4， 那个是四个学生的分量。所以每个孩子他只要找出一个字、两个字或三个字，我要看当天的状况。有的时候，时间比较紧迫，请他们写一两个就可以了。那如果时间充裕的话，他可以写到三个，或者还有底下还有弹性运用的栏位，那他们可以自己去做增删。然后写完之后，我会把他们收回来，稍微瞄一下还给他们。然后还给他们之后，我们会用痘痘贴贴在他的课本上。对，因为这么小一张很一定很容易搞丢。所以我会帮他看过，然后请他们就贴在课本上，所以他就小小一张，方便各位同学贴，免得贴来贴去太大张，他就不知道烂就烂掉了这样子。好，然后再下来，2:20我们开始上课之后呢，小朋友要 A 卡要填选那个任务单，载明了这一节课当中 A 卡、B 卡、C 卡在各个阶段应该要担负的工作。那我们有组内共学的时间以及组间互学的时间，那么他们的任务都不一样，所以我就一一条列。那请学生虽然是请 A 卡填，但他只要填上组员的名字， A 卡是谁，然后工作内容我都帮他列出来，让他们有所本，才不会仓皇失措这样子。好，那他们会一起完成学习单。我这边依照我的主题写了四个版本的学习单，因为我有八组，所以等于是两组是十，两组是一，两组是喜，然后两组是娱乐，让他们待会组间在分享的时候才不会觉得这个内容我刚才已经听过了，我不想听。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授课老师要事先规划好我们的学习单，所以即便我们是上同一个内容，但是我给他不同的面向，让他们去从事他们发展他们自己的句子，至少这是跟他相关的，我觉得至少可以更贴近他的生活。那这个是组内的第一个动作。那组内共学的第二个动作就是他们 A 卡要录起来，把他的句子刚刚我已经在他们的学习单上面画好了黄色的线条。那今天因为只有一节课的关系，这个我们有时候进行起来可能不止一节课，那今天一节课的关系，所以我会要求他们就是完成，至少完成荧光笔，如果行有余力，觉得说老师我的身份这么高贵这么简单，我可以多做一点吗？可以，那他就可以多做一点。那基本是完成有我在他们学习单上面有画荧光笔的部分。这上面 OK， 让他们画一画。然后A 卡要念 B， 但 A 卡肯定不出来啊，所以 B 卡要协助。那 C 卡可以协助，但是他还有一个工作，他主要工作是录影。那有些孩子一边录一边教，或他先教完再录，这也可以。所以他们组内的部分就是写成他们这一组自己的学习单，并且三个人合力录成一个影片，并且 AirDrop 给我。OK， 那我们有时候说实在 AirDrop 会失败，所以后面我多准备一台 iPad， 是准备要接收，万一他们传到我的 iPad 传不过来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另外一台，我再拿另外一台来投射就可以了。对，因为我们曾经真的不知道不明原因变成我们上课还要跟机器打架，不要，我就干脆多设一个 iPad 在后面， OK， 预防这样的情况发生。那有四个版本，各位可以在那个附件看到四个版本的学习单。那句子呢，我不是让他自己写，我是挖洞，所以各位只要填入他们的句子就可以了。那我的主题是 How can we get to Taipei 101？ 那
那着重在于他怎么选用哪个交通工具去到达他们今天的这一个地点。那主要的概念是他们要出去旅行，那他们已经六年级了，甚至我跟他们说，哎，可能是户外教学，但也有可能是毕业旅行，提高他们的兴趣。对，那当然他们都很自私的说他们要坐游览车 by bus， 但是有些地方他们真的可以想想，除了搭游览车以外，如果是他们自己要规划的话，可不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因为我们有教了 by metro、by car 一些其他的那个单字，我们在教案里面可以看到，在教案的前面就可以看到。好，以上是我们的组内共学部分，接下来组间互学，就是组间互学要请各组发表，可是他们都会抖抖抖抖抖，那怎么办？所以他们刚才传给我的影片就是我们组间互学的素材。那如果因为已经录影了嘛，他们可能录一个或者两个或三个，反正要传给我的应该是他比较满意比较能看的那一个，他们也比较不会有焦虑说啊我要在大家面前讲英文。那同学如果听不懂没关系，我只要再重播就可以了，只是你现在应该会很乱，因为环境音他们还是免不了会有环境音，我请他们戴耳机麦克风来录，但有些组别做得到，有些组别他们可能还是直接抱着 iPad 就直接录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场会遇到的情况。但不管，他至少为了要录音他会多念两三次，老师我就觉得很开心了，因为叫他念给我听他会觉得他念给我听念完一次交差了事，不会再念，但是要录音要播出来给大家听，对，所以他们会稍微要重视一下。所以光他们八组分享完影片可能就要十分钟，那我的组间互学我有二十分钟，当他们播完第一次的时候，我会各组给一句评语协助他们，播完这些之后我会请他们各自去找他所指定的组别再给一句评语，等于说每一组你会收到两组评语，一组是一句是老师一开始就给的，那一句是同学给的。对，那我自己先做示范，免得孩子说他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少发表的机会，如果我请他直接发表他们的回答都会很相近很类似。对，所以很多时候必须老师去答应，这样老师去做示范。好，那之后呢我们还是有表格，表格的部分比如说我的附件三刚才组内共学检核单，以及组间互学的时候附件五互评学习单，这个我们都可以像刚刚讲的用数位的方式，除了用照片编辑以外，我们英才网也有这样子的功能，可以结合英才网，这样老师在整理的时候就一目了然，谁哪一组还没完成工作 ，OK， 好、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英才网帮了我很大的忙。那将来如果又有因为其他因素关系，比如说疫情导致我们必须线上上课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用英才网的这个部分，我就不担心我的收作业或者是我上课要 check 哪一位同学有教，哪一位同学没教，这会让老师省很大的力气。而且老师批改的部分也可以省很多，因为电脑会帮你改好，直接将数据呈现出来，直接将数据呈现出来。那最后如果他们还有时间的话，在自主学习组间互学这边呢，我会请他们还是要让 A 他多讲讲话啦，他只有讲一句 Hi this is one my partner， 就是他的那个要帮他评论的组别 is good too， 就这样而已，就是让 A 他讲一句话啊，B 咖 C 咖再发表他们的评论，也是一句就好。对，他可能还是讲中文，但我觉得就是让他们持续的去进行，因为中间考了一个疫情，不然他们应该更熟练。那我们都持续的在训练他们。那我英文课除了教英文以外，也在教他们如何运用自学的方法去自学，去自学。那当中很需要老师去帮他搭音架，所以待会我们呈现会有中文跟英文一起出现，而且我们学校的学区是在原县跟原市的交界，所以如果我全部都讲英文，他们会一个头两个大。对，所以我还是会英文，然后再讲中文，再把英文再讲一次，对，让他们多多少少可以听，但免不了我一定会讲中文，这样子。然后最后是我的导学，然后。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其实还是有希望他们多做一点，所以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会请他们有写那个组间互学嘛，
里面写说，哎，我觉得这句不错，可以打发回家念，回家念给家人听，臭屁一下。如果还有时间，我会请他们直接现场念。啊，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就是请他们记起来，对，啊，回去练习。可能之后我们是用录影啊，或者是其他的时间方式，我们再来进行那个练习，进行练习。那我今天的四个主题，由于我的第二课是 How can we get to Taipei 101，所以行的部分已经有足够的资源了。那十的部分呢？我有另外一部。只有十的那一组才有，我有另外一副 QR code 让他们一开始可以查阅资料，因为我在他们学习单上面挖洞，他可能问我老师蚵仔煎没乱洞，蚵仔煎怎么讲，里面就会有，那是请他自己去 OK， 这个也是要训练的，不然他们一开始是拍 QR code 然后问我 and then， 对，他们一开始那要感谢实名制，后来他们就学会了扫 QR code 这件事情。只有十有，那行的话呢，待会我会安排行到这一张海报底下，这一张海报是 Transportation Around the World， 这边有一些交通工具是课本没有的，比如说水陆两用巴士、双层巴士、新干线，他们如果要多进行额外的学习，因为事实上我们的交通工具很多，而课本能够提的就是那基本的几个，那比较贴近生活化的，我希望他们可以多多去接触。就算他们自己学习也好，或者是他们在句子的念出，让其他组的同学一起学习，那都是很不错的部分。那娱乐的部分，由于是他们最嗨的部分，我就让他自己发挥了。对，所以我就没有额外再补充，只有在十跟那个这个交通工具是我的主题，我会再多琢磨一些些。那其他的就让他们自己去发展，也许有的时候他们会自己去想，自己去找，因为他们手上都有 iPad， 我就告诉他说，你有三台 iPad。一台当小台板，一台录影，一台你要查资料或者是当你的备用机。若 iPad 当机了，你赶快换，你就不用一直找我。所以我希望这个工作他们是可以自己独立完成，这样子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支援那些真正需要支援、需要帮忙的孩子们。对啊，当然这样课堂上还蛮吵的，然后我必须不停的穿梭。对啊，可是我觉得至少他们产出的东西是他们自己的，是对他们自己是有意义。对啊，我觉得这个模式还蛮值得推广的，所以就小小的尝试一下，让大家一起来分享，谢谢大家。好，我们等一下先登入英才网，所以要请各位去到后面来领 iPad， 所以请一到十二号机器的 A 卡四位，请到后面来领。来，志渠，一到十二台机器的 A 卡，哎，这是谁？只有四个人啊？对，你们有点好，一到十二的机器。一到十二，所以你太早出来了啦。好，其他的 A 卡可以出来取货了。其他的 A 卡请出来取货。好，我们以三台为一个单位哦。好，那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是各位的任务进度，所以待会呢，请各位帮我进行这个小组任务，帮我进行 translation 这个小组任务，可以吗？好，可以的话，那请 A 卡协助将 iPad 传给 B 卡跟 C 卡，每个用我们指定的号码，然后去进行小组任务。老师这里会看到各位的工作进度哦。OK， 各位的名单、各位的影片、各位的练习题。OK， 好，好，那各位就开始进行。如果有问题，请你举手。OK， 那 A 卡，请帮我呢，在你们的板夹当中来看一下 A 卡。这里我把我们这节课要用到的附件二、大纲的附件三、附件四、附件五、附件六都夹起来了。OK， 那现在我们要看影片，请你帮我把附件一每个孩子一小张传给大家。好，谢谢。
待会连边看影片就边记一下笔记，看你有没有看到你认识的。So please write down your note. OK, 可以拿出 your pencil and eraser. Yeah, 还有耳机也可以拿出来。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来进行这个，那我已经开始计时咯。来看一下各位的进度。好，我们时间到了。Nice up, OK。所以各位，你们的完成，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哦，影片的完成以及习题的完成。那你答了几次？答对率的部分。那如果时间，我知道今天时间比较有限制，那没有关系，我们先进行到这边。至少你影片都有看过了。So now please put your pad back, OK? Back to A pad and.Your earphone, 你的耳机收好。好，接下来要请各位来进行工作咯。第一个任务 A 卡，你可以找到板夹最下面有一张大张的，请你把你们的同学的名字 A 卡一个人写就好，写同学的名字。Please write down your member's name. Please write down your member's name. A 卡是谁 ？B 卡是谁 ？C 卡是谁？And if you put your iPad back, please. Okay, I want to see the number. 我要确定这个 iPad 是不是这一组的。So, number, please. 要往上哦。好 ，A 卡拿出这一张来写，我都会过去救你。A 卡是后面。Okay. 好。那 B 卡跟 C 卡，你们可以拿到你们的附件四学习单。附件四学习单。你们可以开始看，待会我们要一起完成我们的附件四学习单。特别要跟各位讲的是 ，OK， 不是全部都一样 ，the topics are different。So， 如果你发现你的跟别组的不一样，那是正常的 ，OK。好 ，A 卡先帮我完成我们的附件一，那 B 卡跟 C 卡可以先试着一起完成你们的附件四，附件四 ，OK。附件四请交给 B 卡跟 C 卡，你可不可以搬到中间来做？因为你们中间隔一个，很辛苦。那 A 卡写完的话，我们就一起哦。A 卡写完，我们一起。那附件一就是待会各位要做什么工作 ？You can check our 附件一。This is the list of your work.你工作的项目我都写在上面 ，so you can check, okay, everything here。好，先把名字写上去，然后我们就一起完成附件四。Here are some sentences, okay。各位至少完成荧光笔附件四荧光笔的部分，好吗？如果你觉得你很厉害，你们这一组的组别名字都等一下写上去。句子，那个，来各位，接下来我要讲哦，你们要完成这个，然后待会要请 A 卡来念，跟我们之前一样，我要录音。那十的部分 ，Good one, Good two， 你们最后面我有附 QR code 给你 ，So you can check on internet。你们最后面有小礼物，你看你最后一张是两个 QR code。OK， 你可以扫，里面有资讯，你可以看。OK， 那行的组别 ，raise your hand。你的主题是行，我们一共四个主题 ，four topics， right？ 十、一、行，还有娱乐。行的组别应该就在我前面，为什么没有人理我？来，行的组别 ，yes。OK， 这边有一张海报，有交通工具，除了课本的 ，by metro， by car， by bus， by scooter。OK。所以你们可以到那边行的这两组，对吧 ？OK， 你们可以到那边。好，所以你们可以一边写，就一边移动到教室的角落。今天老师开放舞台，好不好？因为后面有来宾，好，后面有我们的贵宾，好，所以呢，各位你可以留在座位上，或者是使用前面的舞台的空间，因为你们写完之后，我们要录，并且 airdrop 给老师。OK，
I turn on the light. Now, 去角落站一个位置，待会录音才不会互相干扰。See here, double deck bus, bicycle, scooter, school bus. 这些你们都可以运用，你们主题是洗嘛，对不对？就完成那一张，啊，你要查也可以。就稍微一个角落一点，一个这边一点 ，OK。好，那不好意思，老师继续帮你计时哦。这个部分写你们之前我们学过的东西。And you can check the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待会你要念哦。Hey guys, you have to read it out, so please write something you know. Yeah. 你不要写不会念的，这样你会卡关。没事，一句也可以啊，可以就三句。啊，我现在老师在进行。待会你要念，所以你这个你 A 卡啊 ，C A 卡 right，B 卡 C 卡会帮你 ，OK， 是哦，你们今天要角色交换吗？不要嘛，对不对？那我请，来，等一下我们会帮你，啊，你至少给我面具，好不好？嘿，加油！对啊，你选简，你们选简单一点。OK， 还有你觉得呢？你喜欢哪个？今天帮你去对，会帮你更多一点。Try， 你要尝试看看，不一定帮你买一次，多一些没关系，可以试买一点。好，那你就先。如果这段时间你已经提早完成，你要直接录音也可以哦。要录音。We can get the mark. Do you like the？再少一个，我想要秀你。哦，从业吗？哎，你确定名字不要动？我的声调是。还要两张吗？我已经把它录了。We can get there on foot. You can eat noodles there. My favorite is hot dogs.有让过，但不是很熟。先念完一张 B 就可以。同学，你手上有 iPad， 除了录音录影，还可以查资料哦。You can check what you want.好，那 B 卡来，传统的请回到座位。那 B 卡刚才的过程中，请上到英才网刚才你的账号去帮我填我们检核单的附件三。我有给你纸本，你可以参阅纸本，但请将结果写到英才网里面去。好，来，同学，如果你不知道如何上网去填表单的话，请看我们的白板哦。来，三秒之后，老师进行帮各位解说。首先 ，please，OK，、okay, 来到我们的首页，这个是我们的任务，对吧？来，请你把任务往下拉，下面就会有表单。那表单，比如说现在，各位，你们要写的附件三就是这个。点进去你就可以开始点了，来，请帮我点，纸都是给你参考 OK， 或者网络不顺的时候我就真的只能收纸本了。好，然后你们就可以确定刚才刚才我们在录影在讨论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完成这些东西？这
这个是我们学习的时候你要做到的一些动作。 So if you OK 根据你的情况 OK check 它这里有选项吗？ So you can check OK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附件三。 And any question 可以吗？好，那接下来我要进行你们最喜欢的咯。看各位刚才传送过来的影片是不是有在？今天应该不会有人让我这样看吧 ？OK， 各位让老师仔细的看哦。好，那如果都传完的话，如果都传完的话 ，OK， please go back to your seat。啊，我还在传的话，继续。Guys, are you ready? Are you? Hi, hello. Are you ready? Yes. Okay.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大家传过来的。那因为有部分在这边，有一部分在十五号机那边，我们就会轮流。Okay. 我们先看老师的 iPad 这里传到了什么影片。那这边都是你们的影片，我把声音切换过来，所以我们可以同步收到大家的影片哦。We can get to the mall. I want to buy a new shirt. Do you like the hat? I love your shirt. OK, 这是 Group 6, 还有请第七组帮他给一个评论。待会第七组 raise your hand. 七组 yes.很好，你们就 raise your hand 就好。OK， 待会刚才他这个部分，你要给他一句话，那我可以跟你讲，他至少很坚持，从头到尾把它念完。Good， 那你给他一个正向的鼓励，好吗？老师给的是他们从头到尾慢慢念，很平稳的把它念完。Very good。OK， 待会你也可以给他一句打气的话。So 第七组，这是第六组的作品，拜托你们喽。OK，and next one， 这样可以吗？好，待会每一组都会被老师指定到一个对象，好，再来，这是同一组传两次吗？是哈，所以好像只有一组传到这里来，其他的都不在这里。那我换一排好了。不晓得为什么老师今天这一排还好，我准备第二排。好，我先把广播传过来。这个是哪一组的呢？我们要播影片哦。I can learn a one by car. Yes, we can. Where is Japan? Can we get here by airplane?好，他们过得很稳，可是他把我上面的资讯，还真的哪一组自己承认。所以，来哪一组要评你们的？上面有写一个笑脸冒号那个数字，那一张呢？八组，好，第八组。OK， 我再帮你播一次，好吗？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优点？老师待会会给一句，那待会你们要给一句。I can learn a one by car. Yes, we can. Where is Japan? Can we get here by airplane? OK， 这样可以吗 ？OK， 好，我觉得，四句都有写，而且他把它写出来了 ，write it down， 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啊。OK， 所以我觉得至少写出来是你的东西。是真的你会用到的东西，学以致用啊 ，Good， OK，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七组、第八组，拜托喽。So 第八组 ，clap your hands， 确认你收到讯息了 ，OK， 好，所以等一下各组我会给你不同的动作，确认你收到老师的指令哦 ，OK，next、okay, one， 这是My family is happy. 我的想法是非常团结。你听到几个声音 ？How many? More than one, maybe two or three, right? Okay. So 他们有拍到他们的资讯，这是 Group One， 然后是第五组要做评分，这是 Group One 的作品 ，right? So Group Five, please. 好，等一下给他们一句打气的话，老师给喽。那待会你们要给 ，OK? And next one.
这一组有点尴尬，各位的脖子稍微活动一下先。OK, good five. 没关系，这一次错了，下次就不会再错了。OK, 好，那 good six, raise your hand. Good six. OK, 待会就拜托你们哦。OK, 好，刚刚有听到吗 ？Louder, please, right? OK, louder. 各位耳朵忍耐一下。OK。好，那同学，如果你传上去的话，不过来第三组他们班段。好，好像都是我的声音。OK, so louder please. Next time, you can use phone, OK? 或者是找到麦克那个 iPad 的 phone 在哪里，对着他讲。没有关系，每一次错误都是我下一次不会再犯错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你的每一个尝试都是很有价值的， OK? 至少他有完成工作，他有交作业啊，总比没交好啊， OK?So, 这是哪一组要辛苦一点点 ？OK, good five 的作品，所以是 good 哪个？第几组？上面有写？不是不是，你的这一张没有，你们的这一张在哪里 ？OK, 好，那就是 good six, good six, 刚讲过了哈。好，来我们看 next one, next one, OK, 你选。Can we have one by car? Yes, we can. 看过了吗？看过了 ，OK。然后传两次。对，啊，这个。Park by bus. No, we can't. But we can get there by bike. Where is you can? Can we get there by airplane? OK， 好的 ，UK。可是他还记得，这是我们第几课单词？第一课。Do you remember who are they? 那些国家 ？Canada, the USA, the UK. Yes, 照顺序的话，Thailand 有在后面，对不对？有台湾、Japan、Australia， 很好啊，把我们的国家印出来了。这个是学以致用 ，This is good three. And 我说要变换一下句型，对不对 ？Good two, show me this one.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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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two, show me this. 没有啊。Good two， 今天只有两个人。Good two， 嘿、hey, ，show me this， 做这个动作，不要每次都 Good two， raise your hand。No， maybe next time good two。OK， 好，换动作。Good two。Yes， 好，老师刚刚在做什么？对吧？试一下别的，不要每次都 raise your hand。No。OK， 知道老师叫你做什么吗 ？Got it？ Yes。OK， 还要重播吗？不用了。OK， 那我看下一组喽。对。对啊，预防你睡着，老师要想很多可爱的方式。OK, next one. Can we get to Taipei one by bus? Can we get to Taipei one by metro? Yes, we can. Let's go to the seashore. 哇，他们好像都写完了的。Finish this one.And they read through this 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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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one. Okay, more than I expect. 比老师要你们念的还要多，对不对？这一组下课来找老师。Okay, 饼干果。I'll give you candies. Okay, 对啊，表现得很好啊。Okay, 他们除了老师要求的这些，他们还多做了。这个是你们的作品，不是我的作品。我觉得非常的棒。Good. Okay, so this is good A.Good four. 准备哦。Good four. Open the doorway, please. Yes. 好，好的。这一组是你们的，需要重播吗？不需要。OK. 那个有一个刚刚没有 open 哦。醒着吗？再试一试好吗 ？Good four. Open the doorway.Yes， 醒着哦，醒着。OK， 好，为什么老师要叫你做这些动作？确认我知道你有在听，确认你有知道我的讯息。So， 重播 ，repeat again。No， OK。And next one。哎，跑出来了，等我一下。And which one？ 好，好像是最后一个了。
go there. My memory is 雪碧。很好啊，雪碧。他差一个动作，为什么？ You can use iPad to check it. OK， 用 iPad 去查雪碧的英文怎么讲？这个蛮好查的啊。可乐叫什么？各位？ Coca-Cola， 对不对？ OK， 如果你是百事可乐，是 Pepsi。呀，没关系，你就念中文。因为有人跟我说，老师，我要去力宝乐园那个娱乐的那一组。OK， 我要去力宝乐园，他就真的写力宝乐园，真的。I can show you later. OK， 等一下我可以秀给你看。那就写力宝乐园啊。但 next time， 假设你有更多的时间 ，you got more time， OK， you can check use your pad， OK， 这么好用你不用对不对？ OK， 好啦，我知道今天已经是因为时间关系，都是因为老师的错，不是你们啊。下次记得帮我查一下。So 这个是第二组，你怎么没有看到上面的资讯？ OK， 那一张在哪里？OK， so 哪一组 ？Good one， OK， 所以第一组需要重播吗？知道要讲什么了？来，我还没讲对不对？好，这一个他讲的那个 night market 是什么？我想重听一次。哎 ，You can see purple there. My memory is 雪碧。啊，不错啊，他没有讲到，不过没关系。OK， so they can get to the night market by car and。We can eat steak， 这是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什么豆腐？呀，臭豆腐哦 ，stinky 豆腐 ，right？ 然后最喜欢的是 soft drink， 汽水，哪一种？雪碧。我不告诉你，你自己去查。对，所以我也念雪碧，你要自己去查。OK， 好。但是我觉得他们很愿意分享自己的资讯。你写东西是干嘛？为了跟人家沟通，对不对？所以你能够把你的东西写出来，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尝试。OK， so good one。你要帮我想一句给他，刚才是我给他们的鼓励 ，OK？ 好，待会你们要上来发表哦。对，一句而已，我就麦克风给你而已，不用录了，不用录了 ，OK？ 好吗？好，给各组的回馈。A 卡你要说 ，Hi everyone， I'm good one。哎，你要说，没关系，没有，他在讲 I'm good one， my partner， OK？ 你们要评论的是第二组吗 ？My partner is good too。然后你们两个。一句就可以了 ，OK？ 中文、英文 ，either will do， 两个都可以，不用担心，好吗 ？Really？ Good！ I like it！ I like it！ 很棒哦，很棒哦。好，那我这边的影片我收到的有传成功的，就到这边了。请问有没有谁的影片没有被？请问有没有谁的影片没有秀出来 ？OK， 那你们影片删掉了对不对？没有。那 我直接用那一台直接播，来。Open。好，老师直接帮你连网。跟你讲，我们有 iPad， so good， 所以应该会在里面。好，来了。计算。OK。全部念完对不对？这糖果不只要给，而且要给 more 两颗 ，double 给他 double 两颗。哎，对啊，他们声音留给你讲，我就不讲了，好不好？这是第几组要评论 ？Group three， right？ Your partner is group three， 所以声音部分你可以讲，你可以鼓励他们一下，好吗？但我觉得他们全部念完了 ，OK， 太棒了，老师很喜欢 ，OK， I like it， I like it， thank you， 好。那以上各组都讲到了吗？好，接下来各组的 A one 你要啊，不是 A 卡，对不起 ，A 卡 ，A 卡你要帮我一个忙，你都 A 卡，你知道你要评论哪一组的举手？好，那你就要说一句 ，Hi， I'm good one， my partner is good， maybe two， OK， 那其他的 B 卡跟 C 卡就帮我讲一句 ，OK， 就用麦克风就好 ，Understand？ 好，懂的人。Hello, hello, hello. 懂的人 show me list.
你懂吗？还有 train， 这边不懂，这边那个手那么小。OK， 我看到了 ，got it。OK，thank you。好，那我从 good five 可以吗 ？5, 6, 7, 8, 1, 2, 3, 4，每次都 good one， 他 so terrible， right？ So this time good five， let's start from good five， 从第六组开始 ，OK？ Good five， OK， so。你们给 Good One 的鼓励是什么？要麦克风吗？不用，好，来，随便，好，那就很不错吗？随便，没有想到。好，那我再回头来问你。We will talk about it later， OK？ 待会他们全部轮完，老师还会回来问你哦。你给第一组的鼓励是什么？来 ，OK， 好，来 ，Group Six， your partner is this one， right？ I'm group six. I'm group three. My partner is group five. Okay, 好 And your opinion, 你的意见？大家都很害羞，对，因为他们喜欢录影，瞬间自己讲就会有困难。好，刚才他的作品讲一句打气的话，打气的，因为我也做不到最好，所以我们一定是互相打气 ，right？No. So 一样，我们待会要讲啊。好，待会讲。OK. So hi, we are group one here, right? We are group seven. My partner is group. 怎么都我讲？来 ，again. OK. And your opinion is 需要吗？声音有被背景音乐盖掉。哦，声音的部分对不对？一句就可以了，要补充吗 ？No. And A 咖 ，We are group A. My partner is group seven. 没了，就他们的部分了。OK. 对啊 ，A 咖。五六七八，再换。对，哦 ，seven 啊，我搞错，你们就直接 four 就可以了。OK， 好，我们是 We are group A. My partner is group four. OK.跟老师念 ，Hello， OK， 然后 I'm Group Eight， 很好，没关系 ，My partner is Group Four， is Group Four， Thank you， 好来，你们谁要讲？这个是谢泰同学吗？来一句就好了 ，Just one， 要还是不要 ？OK， 试试看。谢谢你。写得很完整 ，Thank you。好，再来是 Good One， 对不对 ？Good One， 准一。还有你们两组，等一下 stand by 一下。喂 ，Good One。Yeah， my partner is。Two。OK， 好，来，你们的意见直接讲，进入直接讲了。我很喜欢吃臭豆腐。yeah. 找到知音了，对不对？My good friend, 臭豆腐 Yes, yes, yes. OK, good too. Hello, I'm good too. And my partner is? Three. OK, and your opinion? No? 好，那你直接讲。快点，我当你麦克风。I'm the speaker, 麦克风。来。老师，你要等一下说。声音不错，声音不错，对不对 ？OK， 我会给人家鼓励哦。赞 ，OK， and group three， hello， I'm group three。four， OK， 来，你们的意见。你们是评第四组吗？对。啊？啊？我觉得怪怪的啊，到底是你们那一张呢？你们是？你们是评第几组？是 group two 吧？啊 ，OK， 那你的意见是什么？你们的意见没关系 ，It's OK， 没关系，我们都试试看而已。来，意见还是要直接讲 ，Louder please。录得很好，录得很好，哎，录影的技巧，收音的技巧。
也很重要。OK， and A car, which one? This one, this one, this one. OK. Hello, we are good four. OK, my partner is good three. 是吗？对。Yes. 好，那你们觉得他们的优点是什么？声音很大 ，OK， good， thank you。好，各位，没关系，你们好像都很害羞 ，You are so shy， OK， to share some information with your friends。OK， 没关系，我们下次还会再尝试。哎，各位，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没写，刚才表单不是还往下拉还有吗？对不对？刚才发表的时候，上面在我们英才网上面，请那个。是谁要写？来看一下你们工作单。C 卡要写，对，去写。C 卡是要写 ，C 卡是写第六哦，附件六，对吧？对对对，你 B 兼 C， 所以待会直接来拿糖果 ，candy，OK，candy、okay? candy is for you。好 ，C 卡帮我写我们的笔记，两句就可以了。How can we get to Taipei 101? How can we get to Taipei 101? 那 B 卡要做什么？现在换我问你。B 卡 ，What are you doing? 上面有写啊。各位，刚才你们有做回馈了，对吧？刚才你们做回馈了，好，所以你们三个人帮我完成那个 C 卡要写的，不是 C 卡写。是 C 卡要写，但 good because you are in a group, so A 卡、B 卡、C 卡 you can work together, you can work together to finish. 对，可以移过去。哎 ，raise your hand。好，哪里有？刚才他们发表的每一个句子都行啊。So 如果你对臭豆腐很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讲。为什么？因为刚才都限定各位是固定的主题，现在不限定你的主题。You can write down what you like, OK? 写你喜欢的也可以。好，我帮你拿下来，对不对？You can write down the sentence you like.For example, I will write, and I will say, oh, my favorite food is ice cream. That, okay. And I want to go to 立法乐园 It's okay, 都可以。啊，哎，是不是有一个人要去写第五啊？哪一个人 ？A 卡吗？有有有 ，A 卡，请你上去写第五，附件五，对。在英才网那个灯拉下来，好，有一点耽误到时间了。对 ，A 卡，那个附件五长什么样？附件五在那个英才网有，但老师有附纸本给你，就是这个东西，在任务里面你可能可以去完成，去填英才网的，对，去填英才网的。最下面那个，对，因为前面那个是三，后面那个是 ，OK， 对，你们可以前往那边去填写一下 ，OK， 你们在讨论，所以我看不到谁有问题。If you got any question, please raise your hand。不会英文可以用中文打一下，但下次要 check， 下次要查给我。好，那各位老师再给各位一分钟好吗？因为我们的时间好像有限。那其他的表单可以帮我加回去你的板夹。Yes， 好。那请将我你这一个堂课完成的表单帮我加回板夹。Okay， and go back to your seat. Put your pad back.And don't forget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然后我要做一个结尾哦。老师帮忙，我知道下课，我也想让你下课，让我讲几句话嘛。OK, so
If you finish your work, you can go back to your seat and put the sheets back like this way. Put your sheets back like this way, okay? And leave it on your desk. That's all for today. And before you leave, hey, 我们这一课学的那几个单字 ，Do you remember? Yes. By car. By metro. 顺序用怪怪的。On foot. Okay, 不用用 by 的那个，只有 on foot， 对不对 ？Okay. So, hey, tell me, if you want to go to Dream On, how can we get to Dream On? How can we get to Dream On? How can we get to 梦时代？We can get it on foot. OK, 下一次上课我就要问这一句。我知道 There are many ways to get to dream on, but you have to tell me your answer. How can we get to dream on? OK? 你自己的答案哦，不一定跟别人一样，但是是你比较喜欢的方式。OK? The way you like. So that's all for today. Any question? No?And that's all for today. And 可以拿糖果的 don't forget your candies. That's all for today. Bye. And don't forget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可以拿糖果的到后面来。好。没关系，你们。